Şey?王爷，这个房间好，方便本王夜里偷香。梅林不敢再妄想王爷。这场游戏既是你先开始的，现在便轮不到你来结束。梅林迟早是王爷的人，王爷何不等到和亲大宴之后？本王可以等，不过本王不想等。见美人身着寸缕，怕美人着凉，所以替美人暖暖被窝，温的。梅林少时被火烧伤过，我怕火，但不怕冷。不知王爷怕吗？和美人一样，也怕火。野猫乱跑，扰人清梦倒是小事，小心别丢了性命。您的人徒儿子回来了。魏北君军纪严明，刀口从不对向百姓，所以就煽动无知的百姓去围攻军营，还打断了王爷的腿。那些识人不清的百姓，他们该不该认罪？声音不一样。